快跟上啊，子夜！你是不是害怕了？只是想小心点，我们是来寻找新生光石的，这可是个真正的游园任务，不是野餐炫宴。听你的，紫月队长。别闹了，我连预备游园者都还不是呢，而且我也不像姐姐那么厉害，只要能成为一名普通的游园者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我才不会被你骗过去。啊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偷偷锻炼自己的战斗技巧，可我也不呵呵。既然被你看出来了，仙夜也不是那么笨嘛。我可是蔷薇塔最聪明的光石。好好，聪明的仙夜就当副队长吧，反正游园者下一任队长一定是我。想得美，我才是要超越比叶姐，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队长。可你现在已经比姐姐成为队长时的年龄大了。哎呀，那就是史上第二，无所谓。快点走吧，子夜，新生光石可能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帮忙呢。都说了等一下，耐心点啦。
静点，他应该只是陷入是被暗兽攻击了吗？这附近没有暗兽留下的痕迹，也许是在森林里游荡很久了。如果不是诞生不久就遇到姐姐，总之看起来他就是主塔预测会出现在这附近的新生光石。新生光石？怎么看都不像啊。因为灰暗之地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广阔，所以有些新生光石会在诞生很久之后才被主塔发现。比如我还有姐姐，被游园者们找到前，他甚至一个人在灰暗之地待了。被带回蔷薇塔的时候，我和姐姐就基本已经是现在的模样了。原来你们还有这样的经历啊！看来我算是运气很好的了。印象里，我才出生没多久就被……对了，既然他就是新生光石，那我们现在就算是完成任务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把他安全送回去才算是任务完成。还好，他看样子应该不是很沉。不像某个肌肉笨蛋。好，我会把这句话传达给姐姐的。别，好了。
Yeah.